板，这咸鱼怎么卖的？那是五一斤。这一条鱼得有多重啊？二百二十。哇，那得五千多块钱了，是吧？哎，五千多块钱。给我切一块，切一块，切一斤就行了。啊，这是什么鱼呢？这是金枪鱼。金枪鱼是吧？切一块，切一块。好，谢谢。这是黄鳍的还是蓝鳍的？黄鳍的。黄鳍是吧？这个在日料里边，这一块啊得几千块钱，就我切这一块就得几千块钱。老板，这个在大集上可以加工是吧？可以加工。是免费的吗？不免费。啊，不免费吗？啊，加工多少钱？一份五元。啊，一份五块钱。好嘞，就给我来这块。好，谢谢。哇塞，这鱼得腌多久啊？能腌成这个样子啊？一年了。哦，一年多是吧？夏天。哦，必须得过个夏天是吧？好嘞，好，给我加工一下，加工一下，五块钱加工费，我们看看一共有多重。我们去加工加工。加工是吧？好，谢谢。18块钱的。18块。五元。23是吧？哎，好嘞。好，给我们切一下。你看这边都是，这边有这么多金枪鱼等着加工，有大金枪、小金枪，有蓝鳍、有黄鳍，这个才是关键。哦，要把皮给去一下。哎，去一下。啊，去一下皮。老板，这个大集上你们一天得加工多少啊？大概得200来份。哦，200来份，一份就是这个20-30块钱，一集就是5-6万。哦哟，这生意不得了哈。也不得对。这块23，在日料得卖230。老板，我们切的这块又称为叫大腹，这个才是关键。金枪鱼大腹，鱼非常好吃。鱼非常好吃哈。待会儿是可以加鸡蛋是吧？也可以加鸡蛋。加鸡蛋多少钱一个？2元一个。当地名吃。哦，这是当地名吃。哎。哦，吃过人都说好是吧？吃过人都说好。哎呀，这个是关键，你看。